妈，过来了是吧？阿姨，坐这儿就行。哎，坐这儿。那给小刚坐。坐。嗯，阿姨。小刚坐。嗯。不认识了，不认识。隔壁王叔叔家儿子阿忠哥。还记不记得我说你五岁的时候啊，捡球掉到粪坑里啊？那球就是他踢的。哦，阿忠哥，是啊，是我小慧，这样想起来了吧？哎，你别说，小慧是没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么可爱。是啊，不像我都记不起来我了。哎，这位是啊，我是他，他是我们家租客，住我们家房子的，今天没事叫他一起过来吃饭。那就正好一起吃吗？哎，对，早上吃了。阿忠，你说你放在那个深圳总公司的高管工作，非要回来做什么分公司的经理？我想想还是回来好，家里头人都在这边，亲切。嗯，那倒也是啊。哎，我来帮你切吧。哦，不用，你切不动，不用，没事没事，这个很硬，我感觉。叫他帮上忙。嗯，忠哥是吧？嗯，那你，你说什么？你一个人回来，嫂子一个人在深圳啊？你看你这说的，我是成熟了些，对吧？我说现在女朋友都没有了，哪来嫂子？阿忠这些年啊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专心搞事业。天都这么晚了，叫阿忠送你回去吧。是啊，我送你，正好今天也开车了嘛。是啊，你说这么多年你也没个男朋友能送你回家的，快去吧，我跟小张有话说。走，送你吧。阿忠送他回家。哎呦，走了，嗯，走了，小张。嗯，去吧。小张，以前我是真挺喜欢你，把你当亲儿子的。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吧，你也看到了，你要是真不喜欢慧慧，你也别伤害他，你就离开他。阿姨，黑色的背后是黎明，以为来日方长，所以别把梦吵醒，瞬间他继续飞行。送我回家吧。我向你奔赴而来，你就是心